开始。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 QQ 新闻。好，现在为您播放一则新闻哈。听说呢，最近啊，天气啊都很热哈，可能到了明天就会变得非常寒冷。那么，请民众多加几件外套。再来播放下一则新闻。听说田径女子队呢，在获得了全世界第三名，然后呢，受国外的青睐哈。好，好，那么先进广告，唱歌。好用哦，这首歌好用的哦，一支只要20几元就好了，你看多便宜。这个呢，可是呢，全国呢都很想去竞争拿到的哦。好，广告进完了。好，这个呢是我们的酸痛贴布，很有效的酸痛贴布，贴上保证你马上不痛，不热，不冷，不痒。很有效，马上就好了。OK。好，这样不过今后只要给你讲啦。你看什么？看什么英格兰妹啦？哦，送你小啦，你知无？这吼，人人拢爱吃啦，内底包芋圆，红豆、绿豆、卡子、芋豆。哦，真多啦！来吼，安尼四袋送你100块就好啊。哦。好，广告已经进完了，欢迎来到我们的 QQ 新闻，我们再播下一则新闻。听说呢，在路边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在虐待狗，我们已经把他那个已经把他抓来这边问询问他了，好好，队长，我先。你说。我那时候因为喝醉了才会这样做，因为我那时候喝醉了就变成这样。你真的是因为喝醉酒才会这样吗？还是你故意虐待的？我真的是因为喝醉了才是。还像？做了那么荒唐的事还像？你的罪行可相当重了，你知道那只狗因为你的一个行为受了多少苦？我说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看我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，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，做错了。好，因为经过刚才的新闻，我们就知道哈，世界上的狗都很可怜。听说在大陆有发现，有夜市里啊，有一些摊子上啊，有卖土狗哦，真的是很可怜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台湾很多人都觉得非常非常可怜，不知道什么大陆会做那么缺德的事情。好，我们呢，明天同一时间再播放。好，谢谢。你这里快点。